这外边谁呀、啊？这是搁这儿吵吵，我们正开会呢。啊，就是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啊！扁担王、凉茶臣、黄公公、铁匠刘，全到齐了。谁是扁担王？你猜。我不猜。你干嘛吧？哦，就是你啊。我说了吗？哎呦，不管了，反正你们仗着我们汇丰堂之事，然后你们还想欺负我们汇丰堂的人是吧？汇丰？你是汇丰堂的人？我是汇丰堂堂主的女儿。哎呀，汇丰堂堂主的女儿，安姑娘，失敬失敬。哎，有事儿你们说。我不去，动手吧。嘿，我说小安呐，这个就是你的不对啊！我跟你说，哎，我跟你聊天，你打我干嘛呀？我，兄弟交过手了，我要是此时再打，万一赢了，以多欺少，以大欺小，胜之不武啊！哎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哎，假如我要是输了，哎，我说的是假如啊，我以后怎么混啊？我怎么对得起我这帮兄弟啊？我当然只能跳人家。所以说，怎么算对我是赔？梁，哎，各位大哥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够了。大哥，我这西红柿谁赔啊？啊，等会儿。哎，大哥，你赔我西红柿钱。你敢打我？你打我！哎呦！你还
啊。喂，我也奇怪呢，算你运气好，要不是我，你又被打到满地找牙了。这也不关你的事啊。喂，大师，你没事吧？啊，这我这样算没事吧？缺心眼儿。阿弥陀佛。喂，你这臭老头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？我打得这么凶才救了你，你连谢谢都不说，这和尚念经怎么念的呀？你说是不是？喂，梁坤，你怎么也这么没有礼貌啊你？慧风堂弟子安青鸾拜见龙泉门掌门。慧风堂弟子，令尊是安保安师傅。正是。我龙泉门一向与慧风堂来往不多，不知你来此有何贵干的？比武学艺。怎么个比武？怎么个学艺？久闻龙泉门大名，今日想和贵门中高手切磋武艺，若打赢小女子，小女子便拜师学艺。你到底是来拜神还是来拆庙啊？小女子诚心学艺。老二。师父。你上。是师父。哎哎呀，二师兄。安姑娘下盘好，身段好，武功好，这三好顶义好，我见有脸啊，不如掌门。好说好说。这位姑娘大老远的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比武学艺。哎呀，这拜师学艺呀，他得教术修啊。术修你懂吗？学费。这规矩不是我定的啊，那是孔老夫子定的。你这两手空空的，你说我怎么教你本事啊？啊，那请问胡掌门，您所说的学费是多少钱啊？啊，不多，这方圆百里你打听打听，我这最便宜了，5两银子足矣。好，没问题，只要您打赢我，别说5两，10两20两我都给你。哎呀，痛快，我就喜欢跟你这痛快人打交道啊。交银子去吧，去柜上交银子啊，我马上就教你真本事。胡掌门，您没听明白我什么意思吧？没听清楚吗？我说您要打赢我，我才拜师学艺。打赢你？给哦，我打不赢你的话，这还得给你银子。那倒不用，如果您打不赢我，我拔腿就走。你等会儿啊，让我想想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我打赢你。完事儿你给我银子，我要打不赢你，我就真的再不用给你银子了，是吧？你耳朵有毛病啊？没毛病，这么好的便宜事儿，我当然得干了。那打呗，请，打多少回都行啊！这是，哎呀，我们这名门正派还怕你一介女流？
女侠！哎呦，师傅，师傅，您没事吧？哎呦，你没事吧？你们两个犯同框，我干什么呀？你赶紧给那女侠拿2两银子，让她千万别把这事给我说出去！快去，快去呀！哎呦！乡亲父老，叔叔大爷们，在下林福成。好，认识我的人都知道，我是自小生在广州，是地地道道的广州人，啊，习文爱武，学过几门三脚猫的功夫，比方说五郎棍、八卦刀。还学过几招小红拳、大红拳、通背拳，武功说高不高，打走过几个师傅。哎，比较，今天在此立擂，比武招师，凡是在功夫上胜过我的，我林福成都拜他为师，待遇是管吃、管住，每月纹银2两。2两啊！不过我有言在先，如果我不先说的话，那就是我的不对了。我林福成只在拳头上认师傅，但凡有一天，要是他被我打败了，我是说要是，那就自己卷铺盖走人吧。好了，我就先说到这里了，我先走几招。献丑一下，哪位要是有心上台呢，我随时欢迎，都欢迎啊，都欢迎。好，阿水，献丑。阿水，其他人呢？走了。广州我是找不到师傅了。阿水，啊，收拾一下，我们准备去佛山。好吧。仙秀，让为师指点指点你怎么样？啊？打赢我再说。哎，不是。上来呢？不是，误会，我以为你要去佛山，问你要不要车。沿途跟为师走吧，打赢了再说。
这里一个长辫子和尚啊，他叫梁坤，在能仁寺待过。大师，你快回答我呀！大师，喂，你把他放开，我有话跟他说。女孩子，走开！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我说让你把他放开，不让我打你吗？欠打呀，你这个人，我都跟你说了。哎，大师，你有没有？大师，你有没有见过一个长得比你帅的长辫子和尚？这可是你逼我的。大和尚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，大和尚，怎么不理我呀？大和尚，大和尚，哎，喂，又不理我呀？能回答问题了吧？见没见过梁坤啊？梁坤是谁啊？我刚从福建过来。那你不早说？去！师傅，我认输，快来救我呀！别走！哎，好啊，怪徒弟，认输了，二两银子。死吧你！少爷，少爷，阿水，人呢？我是不是人呢？他大队长，连个人都看不住，给我找。师傅，师傅，少爷，你听我说，少爷，你拦我干什么呀你？我知道他是谁，林墨水。你要是给我找到我这个师傅的话，我赏你，我赏你，我赏你吃一个月的臭豆腐。哼，两个月就两个月，我陪你吃都行。我怕你说了你惹不起他。我惹他干嘛呀？我曾经拜师学艺的。我就怕他不教你，我给他银子，他干嘛不教我？你说不说？哎，惠芬堂安邦安堂主的独生女儿，安邦安堂。哎，阿叔，我跟你说，我不管他是不是安邦安堂主的独生女儿，哪怕她就是公主，哇，只要打败我林浮城，我就招她为师。走，这就走啊？回家。选个好日子，咱们登门拜师。
其实啊，在两广一带，习武的女孩子很少见的。哦，那我呢，就是比较特殊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爹厉害嘛。我爹啊，在两广一带，武功高强，无人能敌，赫赫有名。师妹，爹，救我！坤儿，大胆，放了我女儿！安老贼，是你女儿的命值钱，还是我们母子的性命比较值钱？当然是我女儿的命值钱了。两条路，一是让我们母子全身而退，二是安姑娘死无全尸。放了我师妹！爹，我好害怕。走，都上开来。走。有我在，你放心吧，他们跑不了。姑娘，你先走吧。不行，你得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上来话长，你还是先走吧。我不走，也许我能帮上忙呢。刚才谢谢你了，坤儿，我们走。梁坤，你保重。老天爷让你们多活十几年，算是待你们母子不薄了。沈明秀，跟我回衙门。好吧，我跟你走。可是你要放过我的儿子梁宽，他十八年前只是个襁褓中的婴儿。好吧，杜捕头，你可不要一错再错。你这个叛徒，我要你的命！是天津会的侵犯呢！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！你别跟我说了，爹，我以后再也不想理你了，以后一辈子都不想见你了，不想听你说。你跟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你怎么会生那么大的气啊？你跟爹说嘛！你不跟爹说，爹怎么会知道呢？走啊，走！哎呀，女儿，走！女儿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
想打听一下，这里是哪里？去往广州城怎么走？啊，这里已经算是广州境内了。要到城里的话，要沿着这个山坡走，之后呢，拐个弯继续走。哦，到时候遇到路人，你再继续打听吧。好，多谢你了。啊，不客气。客官，您慢走。哟，客官，您来了。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客官，我来吧。哎，您放下，放下。谢了。哟，客官，有什么吩咐啊？给我准备一个干净的房间吧。好，还要点别的什么吗？一斤饼，一斤牛肉。哎，送到楼上。好嘞。难道你就这么在乎我们彼此的胜负吗？嗯，哼，反正你也赢不了我，我们下次再比过。哎，那个傻小子呢？嘿，阿弥陀佛，大胆贼人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打劫一个昏厥之人，你是何道理啊？光天化日，这分明就是月黑风高。我告诉你，秃驴，别多管闲事，否则我弄死你。阿弥陀佛，你竟然口出狂言，该打。嗯，哎，傻小子，嘿，又是你，嘿，有缘呐，走，哎，嗯。你不知道这样突然冲出来很危险吗？怎么了？
没看见我在练功吗？啊，师傅也是习武之人，怪不得这么心烦气躁的呢。哼。嗯。啊。没水喝了。关我什么事啊？打水去啊。啊。去呀、啊。有水喝了。阿坤，怎么没水了？水。没事没事，哦，没事就好。不过啊，这水桶啊是不能使了，你得使那种水桶了啊。怎么了，臭小子？今天心情又不好了？啊、哎！行了，今天呢，你也不用挑水，什么活也不用干了，跟我下趟山。下山？啊！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，让你散散心。嗯。是，你不是说带我去好玩的地方吗？是啊，这儿不好玩吗？哎，这是要饭吧？什么是要饭呢？哎，这是化缘，什么都不懂，哼，丢死人了！哎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？什么时候回去？你什么时候化到吃食，你就可以回去了。哟哟哟哟哟！你还脸红了你啊？你是不是觉得你很高贵呀？啊！我告诉你说，你今天化不到时，你就不用回寺了。哼！是乞丐了吗？哦不，我在化缘，
化缘。那你是和尚了？也不是，不是。但是，对啊，你有头发，那你还是乞丐了。我，不，这件事我得给你解释一下。其实，梁坤，你不用解释了。其实我什么都懂，不管你怎么样，我都一定会帮你的。你说你需要什么，我一定会帮你。你说吧，啊！你想多了，我一定要向你解释，我找个人向你解释啊。哎，梁坤，你不用解释，我相信你。哎，不，我必须解释。要不是这样吧，明天你去能人寺找我，但是你不能告诉别人，特别是你爹。啊，我懂。我先走了。太不容易了，这个老和尚还说去化缘，明明就是回寺里偷懒。哎，你谁啊？你来干什么？喂，你来出家吗？杀人！杀人！人呢？人呢？哎，施主，你找谁呀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来这里杀人？杀什么人呢？我想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喂，你说话呀！这里是能人寺，没什么人，就我跟一个老头在这里住，你会不会找错人了？啊，你不会？哎，你是不是真的找错人了？你为什么来这里杀人呢？啊？哎，我在跟你说话呢，你刚才把门踢破，我还没说你呢。这，哎，这个老和尚他会捕杀生，平时也没跟什么人有仇啊，你为什么要杀他呢？你知道杀他吗？喂，我在跟你说话呢，你为什么不理我？绝音，绝音，你认识绝音？你怎么会认识他呢？哎，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干嘛不理我？你这个人这么没有礼貌呢？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你说，说呀，啊！上次被杀了你，今天我成全你，你来。干嘛乱打人啊？哦，又来了一个，成啊，两个一起上。我可从来不欺负老人家的，正是你逼我的。梁坤，给你带点吃的。啊，这以后别去要饭了。不是我，我懂的。可是。说这个老头这么厉害，这我别说了，我懂的。没事吧？师弟的礼数，师弟，原来你们是少啰嗦。原来他会功夫，和尚加油，和尚加油，两个都是和尚。胡子和尚加油，胡子和尚加油，胡子和尚加油，胡子和尚加油。
什么？那是铁砂掌。铁砂掌？哎，大师，你会功夫，而且功夫这么厉害。你个傻小子，人家不仅会功夫，而且不知道比你厉害多少呢。你这铁砂掌啊，着实是厉害。看来我师弟的武功又进步不小啊。你师弟他为什么要害你啊？他只是想找我比试武功而已。不是，他都说了要杀你。是啊，刀剑不长眼吗？即使是比试武功，错手杀人和失手被杀，那是常见之事。总之啊，往后见到我师弟，你俩避开就是了。刚才他的武功你们也都领教过了，你们两个就是再练个十年八年也不是他的对手。他是你师弟，那么他也是和尚了。你是不是有点缺心眼啊？和尚的师弟当然是和尚了，我师弟就是个和尚，法号悟音，我俩自幼在南少林出家。哎，悟音这个人呢，对修佛是丝毫不感兴趣，却对武学是十分的沉迷，十八般武艺、七十二绝技，他全都想学，全都想练。结果呢，哎，落他个学而不精的下场。悟音这个人呢，好高骛远，内力却远不如我。每逢武学比试，他必然败掉，因此当然不服气了。所以他出招就越发的狠，丝毫不讲情面，即使伤了他自己，也在所不惜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人后来肯定使诈。江湖，他告诉过我，这世上有三种人最可怕：第一，不要钱的人；第二，不要脸的人；第三种就是不要命的人。这种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往往无所不用其极，什么招都敢出。那我猜这个合不了，肯定被逐出师门。没错，悟音在后来的比试中，使用他自制的暗器，掌门将他逐出了少林。他还俗以后，就叫合不了。他还仍然上山拜师学艺，每逢有所长进，必然再度回山找我比试。就这样，我们俩就过了这么多年呐。嘿，这个合不了，也太狠了。不要小看这仇恨的力量。只是，但凡仇恨者，必先自毁。好了，刚才呀，我们俩打也打了，你们俩呢看也看了，现在啊，做饭去。我饿了。哼。哦。你是不是还欠我一个人情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刚刚救你了。你？刚才好像是大师先出的手吧？我拜托，他来这么晚，要不是我及时出手，挺身而出，拔刀相助。停！我懂了，做饭去。哦。师傅，什么时候教我功夫？就现在，现在就可以。就是现在嘛。师傅，怎么练啊？怎么练？师傅就让我在泥路上搬扛抬背，我的马当然好了。
吗？嘿，师傅，我师傅，师傅，别不行不行，师傅，哎呀，哎呀，你看我看看啊，我就这么轻轻一踢呢，你就摔的是嘴啃泥呀、啊！你练的那种马步啊，在我面前耍什么嘴呀、啊？哎，起来。你还在等什么呀？我在等你传我功夫啊！你这个傻小子，你不把你原来会的打出来，我怎么知道你到什么程度啊？我怎么教你啊？好，那我就打一套先师教的伏虎拳给你瞧瞧。嗯，好。师傅，你又来这儿干嘛呀？你还要吃饭啊？谁说和你要吃饭啊？哼，你看着这柴也不多了，记住，一会儿多背点柴火回来，啊。嗯，这水也不满，记住，午饭前务必要把它装满。哼，哎，你看看，你怎么豆浆磨一半就不磨了？啊，去磨豆浆去。师傅，我让你磨豆浆去。我这都练完功了，你也不给我指点一下，你不是要教我功夫的吗？我指点什么呀？你刚才压根打的就不是拳。啊？我打的不是拳，是的是什么？什么也不是。那我该干嘛？你呀、啊，该干活了。去，磨豆浆去。哼。忙着呢。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怎么就不能是我了？这荒山野岭的，还有谁会来看你啊？这里是佛门清净之地，来这里的都是修身养性的。只有野猴子才会在这里跑来跑去的。我头一回听说，磨豆浆也算修身养性啊？哎，你别来打搅我就好了。我干完活，师傅才教我功夫。你想学功夫啊？那还不简单？你有办法？想学功夫，我教你呗。你算了吧。哎，我可是慧风堂堂主的女儿，我教你功夫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我没什么不满意的，只要你不来打搅我就好了。谁打搅你了？我是担心你才过来看你的。哎，我说安娜小姐，快回家吧，不然你爸该骂你了。快走吧。我爹在码头帮孙师伯的忙，才没时间管我呢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对我爹还有意见？你要真觉得你娘的死跟我爹有关系的话，来，杀了我，给你娘报仇吧。我跟你说，这件事情不关你的事。而且，杀我娘的也不是你爹。那是谁杀的呀？你告诉我凶手是谁，我马上让我爹帮你报仇。这是我的事，就不劳烦你了。你还是赶快回去当你的乖女儿吧。哼，老天爷，你为什么？老天让你多活十八年，你现在骨子不保了。
陈明秀，跟我回衙门。好吧，我跟你走，可你要放过我的儿子梁坤，他18年前才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。好吧，如不同，你可不要一错再错啊！你是叛徒，我要你命！小伙子，不错呀，干活蛮利落的啊。哎，我9岁的时候就天天练这个，还会怕吗？不对呀，我让你提这两只水桶从小溪边一直回到寺中，中途不要打尖。哎，你看看啊，这水桶底下怎么全是泥呀？嗯，你肯定偷机取巧了。偷机取巧？大师，我这是有思想，有谋略。谋略？哎呀，哎呦，现在的年轻人呐，啊，好逸恶劳，一丁点苦啊都吃不了喽。我吃不了苦？我吃不了苦？我吃不了苦？我要是吃不了苦，我早就死了。哎，你才多大呀？你能有什么样的苦啊？我3岁的时候，我爹就死了。我娘被别人杀的时候，就在我眼前，我亲眼看见。在同一天，我最尊敬的师父也被人杀了。他们还诬陷我，说是我干的。我现在没有家了，我连我哥我妹我都见不了。这不是吃苦是什么？我天天在这儿。大师，我容易吗？我，你本来就是一个人来，最终也会一个人走。哎，师傅，
你现在说这有什么用啊？你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？啊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我当然想报仇了。报仇？好啊，去吧。我现在就去报仇了。是啊，跟我没关系啊，去吧。好。下山报仇！报仇？你找谁啊？孙腾蛟。哎，孙腾蛟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等等我。来，快点啊！哎，好，别住了啊！好，哎，这边，放这儿了啊！哎，好，好，来，小心，来，好，来，小心点，来，好，来，小心，来，小心。知不知道他是朝廷钦犯？我不管他是什么犯，我今天必须让我女儿安全地离开这里。安兄，您误会了，是您闺女打我，不是我打她。如果小女多有得罪，今天请给安某一点薄面，放过他们吧。不好意思，改天一定登门谢罪。告辞了。